好，今天 Bus 跟雀斑回来新竹，所以我现在要去车站接他们。有有，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在。哇、哦，怎么样？你觉得这怎么样？带光脆皮酥的感觉。我们在哪里？新竹。我们现在停好车了，要去吃饭了。哎妈，快就饿死了。然后饿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拍美食地图好了，就是我们的美食地图。我们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就再吃两个就饱了。两个，对。哎妈，拍两个就饱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第一站要先去吃。你要先买喝的吗？好像感觉你应该是需要，看你这个流汗多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今天用新的粉底，然后还特地选了一个不怕汗。一心漂面很好看哎、欸，我喜欢的。哎、欸，真的很好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要先去吃东西啦。郭家润饼 ，Emma 的最爱，好吃吗？有家的味道，有家的味道。你觉得好吃吗？相当好吃，好好吃哦。因为里面脆的那个超级多的料，蛋糕吧，对，好吃。我们在鸭香饭，嘿。艾玛身为新竹人，可是他没有吃过鸭香饭。爽了。可是很多鸭香饭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有香吗？嗯，还是还好。怎么样？香的好吃。他们的四神汤超级好喝，然后 Emma 很喜欢吃他们的另外一家的叫正记的跟叫什么汤？鱼丸燕丸汤。嗯，然后 Bus 还在努力吃着霸丸，怎么太饱了？这个霸丸它的那个皮是比较 Q 的那种。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想等一下再吃什么，可是我觉得好像大家应该都饱了。那个什么是美食之物啊？那是你们的问题啊！我们是聚餐而已，大家都吃一整天，我们这时间太挤了。这个就是双星甜不辣，一碗60块。甜不辣，这家甜不辣，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一碗是25块，然后现在涨到一碗60块。不过就是外县市来的人还是可以试试看。然后他们现我流汗流好多，然后他们现在在吵架要不要吃双星甜不辣。他每次都说他吃要吃很多，但是我们现在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听他的，先听完他。那你现在听我的，他每次都说，哎，我们吃这个好吃，我会吃，我会吃，吃一个甜不辣，其他就，哎，你完全不吃掉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看他现在喝这个饮料，刚刚啊，我们就说要去买一个喝的，然后他就说要喝木瓜牛奶。他说，哎，那天那个我 tag 你那个有名的那个木瓜牛奶就这一家啊。然后就你可以喝西瓜牛奶，他说不喜欢木瓜牛奶，可以喝西瓜牛奶。然后讲完之后去点老板一杯冰咖啡。甜不辣不可能吃得下，所以我们 pass 甜不辣了。我们现在呢要去中正台，然后中正台就是集结了一些韩货韩对，我以前超爱逛。对，然后价位上面呢会比外面店面稍微便宜一点点，可是也不是全部都比较便宜。怎么样？你们看中什么？没有啊。嗯。大声眼镜，超好看的，是多少钱这只？我不知道哎，这是多少？你要买什么？喂，阿姨，这多少？150块。对啊，这边的啊，前面。买了。买了啦，买了买了。艾玛买了这个了，这只。多少打？我刚看一下。100。买这两只才250块。对，买两只才250。阿中冰店。那吃什么冰？我要吃。因为我想吃比台的。好啊。我们点了招牌的凤梨冰。米苔木在下面哦，米苔木在下面，哇哇一下，它的凤梨冰是它的招牌。哦，在这边米苔木，好甜哦。嗯，它不能用半糖，它要调好的。
好看的眼镜哦，才150块。我们今天的美食之旅可能就已经快要结束了，已经进入尾声了，真的是不行了。等他晚上的时候看看时间怎么样，我想带他们去吃黄金海岸。游戏是全世界最好玩的游戏，超级累的。Emma 出局了 ，Emma 结束了，又累了。Emma 说自己很厉害，我们来看看她到底多厉害。黑爸说夹要先这样摇一下，我们现在来吃黄金海岸。然后黄金海岸它有两家店，一家是叫黄金海岸，一家叫做本部。然后他们是两个是分家出来的，一般我都是来黄金海岸，原因是因为这边离我家就比较近，然后另外一家真的很远，可是大家都说另外一家比较好吃。但现在雀斑因为本来期待是要吃另外一家，他现在很失望。他现在决定吃一家，他刚才先躲到旁边哭了。哭了，他失望。他说：“我以为是要吃另外一家。”对，他整个脸都垂下来说：“可是那家真的很远呢，真的很远。”大家都说那家比较好吃吗？我觉得差不多。好吧。我们现在来黄金海岸，然后呢，我要郑重介绍一位绝世美女，她现在只是要跟我借粉，殊不知我从来不带粉出门的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发配音，是 Emma 的妈咪，这是一定要点的炒高丽菜，而且一定要加辣才好吃。柠檬田鸡如何？好吃啊！阿姨好吃吗？好吃，很多人都觉得好吃。猪小贝好吃吗？好吃好吃。你还没吃哎、欸？我吃了。Emma 好吃吗？我不敢吃。你试试看，这真的很好吃。拒绝吃青蛙。柠檬虾必点的柠檬虾。嗯。柠檬虾跟柠檬田鸡的味道其实是一样，只是一个是虾，一个田鸡嘛。我很爱吃啊。胡椒虾。好像我们三个已经吃好了。因为有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要把它这样晾在旁边，才会不会这么烫啊？日常说这样干，它的胡椒会比较附着在虾上。我好像可以。